This is the man in charge. He made it. He made it, bro. That's all right. 来到房间。Bearing gifts. You need a sub. I'm here. How do you feel? Feels nice. Stretchy, right? Yeah. 那我们出发去现场。 Hi, Riley. Hi. 看我们 Riley 也到场。 Hello. Hello. Hi. Hi. 好尬聊的感觉。真的别尬。You're nice. Yeah. Jeremy. Yo. Come on, man. What's up? Big day, right? Yes, sir. 好久不见，今天要得多少分？没有，没有，今天伟的中国型的好搭档，第一次搭档完了以后，非常装逼，一把火。哎，小五，张宁江，好久不见，恭喜新戏大卖哦！可以在你这边打广告吗？可以，没问题，随便打。平安是头衔，8月30日。他真的打广告 ，nice， 今天准备得多少分？没有，我就我三分，三分是他的工作，我们两个可以分担。Oh my god，简历！这他有三分，要两分。一年见一次，一年见一次可以等一年。对啊，Tina，是不是？广州。 No， 亚洲最美，亚洲最美体育女主播，体育女主播，对，就缺一个最帅的体育男主播来配。有你啊 ！Yo， bro， you ready？ 100%，你刚才投的很准啊，特别是在我拍的时候连续进几个，我不拍的时候就不准，就是因为你拍我才会进，要控什么动作，配进去就好。 Oh man, NG again, again, again.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Yes, sir. Nice shot. Good shot, Vanessa. Yeah, I got that. I got that. Show me another one. Oh, ho, ho, ho. 特写，就这个角度不动，继续投。Yeah。大明星张宁，不，我大耳朵，我两个人在美国的一个，然后评论我们俩球，你还记得我？我有点感动。没有没有，一个小时，开心，真的，张宁。到底要24号。 全场大家表现的都很不错，但是我们的 Vanessa 在一次抢篮板过程当中不小心受伤了，希望她能够快点好起来。Speedy recovery, Vanessa。我看你一直在抢篮板，没有出手，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们说我最高，所以要抢篮板。Thanks for the confidence. Yeah, that's it. He shoots with a lot of confidence. Right, that's how you do it, right? I had to. <音>总的来说呢，我们高先生的第四节表现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笑>就是前三节如果能像第四节一样这样打，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团队型球员，对啊，就是非常棒，让朴俊廷的46分，非常棒，都是靠我啊，46分有40分。志玲，志玲，高以翔是你见过最美。